难道天生就是你做坏事的命吗？正头夫妻啊，难道他真的想嫁给我？手头松快的话，借我个百十来罐的。如果过了这一关，船一到，你想要什么？包括我，都是你。哼，百十来罐，你说的轻巧。我赵盼儿是有钱，可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。给你，你是谁呀？你是我什么的？是你的亲戚好周郎啊，盼儿！你放开！你再帮我过了这一关！放！你放开！不放！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不放开！哎呦！你当我赵盼儿傻子呀？你头勾搭着宋允章那个贱蹄子，一头要来找我要钱，我告诉你，没门！盼儿，盼儿，你别生气。我没有这想法。三娘，宋客，哎。没事没事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哎，盼儿，盼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想两头。盼儿，盼儿，你听我说，跟你说，盼儿，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想用我的钱可以，你先休了宋引章。盼儿，等你把他休了，再来给我灌这些蜜糖水。命怎么这么苦？一个樊郎还不够，又来个周舍欺负我。盼儿。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盼儿，你别哭了，这些男人都不可信。难道天生就是你做坏事的命吗？正头夫妻啊，难道他真的想嫁给我？啊，对呀，他是不会看上我的呀，肯定是怪宋永章掉了他的面子，才被大夫赶了出来，想在我这儿逞口气吗？你别哭了，盼儿，盼儿，你别哭了，我愿意娶你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就休了宋允章，八天花轿，娶你过门。我愿意娶你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盼儿。盼儿，盼儿，不哭了，盼儿。啊。你当真？真，比真金还真。你可别信。他今日若能休了宋允章，明日就能休了你。绝对不会。盼儿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我可以去官府下文书。倘若我以后负了你，我赶紧从军流配。当真？当真。你又信了？说得好听，口说无凭。盼儿，你得多给我些时间。休妻这事儿，我得去。不行。我就要你立马休了他，立马娶我，我一天都不想等了。你过来看，啊，你看好了，姑奶奶有的是钱。这料真好。这个是北院的龙凤船厂，啊，轻点儿啊，这。姑奶奶，我有的是钱，只要你休了宋允章，我就敢不要一分彩礼的嫁你。但是你要是敢耗我，我明天就离开华亭县。绝对不会，马上去休，马上。